阿里山有神木，山明水秀是好佚佗。讲到这阿里山林业铁路，一个铁轨路宽度是762米的，在英国也有一条是同款宽度的铁轨路。这两条铁路在2017年叫做是姊妹啊，这铁路。这个月底呢，有50年历史的柴油机关车 DL34 准备要去到英国，代表阿里山森林铁路小盖台湾林业铁路的特有文化。林务局的局长甲前英国在台办事处的处长，做伙甲代表合作的证书挂伫车尾。这台阿里山林铁机关车 DL34 准备月底要坐船去英国，成为阿里山林铁的国际交流代表。我们可以把阿里山林铁的这个机关车商借到英方，在那边动态的行驶，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英国人民认识或知道台湾的阿里山林铁，进一步的愿意到台湾来观光。英国威尔斯的威尔普兰菲尔铁路的铁轨，因为从阿里山林铁比跨，拢是762公里的铁轨，而且同款有登月和上佳的路线。所以，2017年，双边是结作姊妹啊铁路，嘛开始讨论互相交流的合作。阿里山世界卫生协会表示讲，希望这是一个开始，让阿里山的景观和世界看到。希望讲会当中央吼，会当真正来加入咱真正的国际组织，像那。UNESCO 哦，那增加我们的国际能见度哦，啊，以后那要推上世界遗产哦，嘛靠这个可能性。这个有50栋历史的阿里山林铁机关车，要透过海运的方式，去到9900多公里远的英国。林务局讲，目前甲英国那边正在讨论伫英国的行销计划，希望会当对疫情转好、含国境开放，使英国当地的民众来认识台湾的阿里山林业。记者林伟廷报道。